撞了。哦，你有被追撞？哎，我被追撞，然后我就那个帮忙打，就一路追到这边来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在红，刚好在等红灯，他就追撞我。然后你就帮警察追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刚拍等车。啊，你当你安怎？你看他过了，你安怎甲撞？没有，我就直接挡啊，因为我知道他要跑，然后他又追撞我，我当然要挡他，因为车损的问题啊。哎，好、哦。所以你有追他一段路？没有追啊，我就直接挡他而已啊。哎呀，哎呀。啊，当下我看那个状况有没有很紧急的，让警察来开枪啊什么的？没有呢。当时听到几声枪，好像两枪而已吧。